欢迎来到天元危机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本期的长兴讲座啊，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些这个打入的变化。我们来看一个比较常见的形状啊，黑棋啊，不管在这边走什么，白棋尖啊，黑棋呢手，白棋分头，这是很普通的。那么呢，在这边黑棋也做了一个简单的定型棋挂，白棋打入，白棋尖住，黑棋连一个啊，就在这边连一个。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形状啊，有时候呢就是白棋也是二连星啊，这也是。那么黑棋两边挂呢，白棋稳健点呢就都非黑棋连通。那么呢这个棋呢也是这个去年在这个比赛中啊，这个常浩九段与这个李世石九段的一盘这个实战对局啊，实战对局就是这样。那么接下来呢黑棋在白棋这边啊形成的这个阵势，那么呢白棋总觉得自己啊子力比较多啊，子力比较多呢想对黑棋呢有一些惩罚，那么呢白棋肯定就是要打入啊，白棋肯定就是要打入。确实这个打入啊，从感觉上来说，从棋理上来说呢，也都是很想下的一手棋啊，很想下的一手棋。因为那个这边本身白棋子力就比黑棋多啊，而且黑棋这个步伐好像都迈得挺大的啊，它不是像这个拆二这样，它这个步伐迈都很大。那我呢当然想打入啊，如果我对你没什么好的招法啊，被黑棋一个一个跳起来啊，这个我得硬啊，又一个一个跳起来，黑棋这边形状呢就显得呢比较完美了啊，比较完美。所以呢这也是白棋实战啊，这个李世石这个实战呢打入的这个原因。那么这个打入以后啊，这个双方呢应该如何，黑棋应该如何应对，那么呢本期我们就来研究一下。黑棋如果觉得啊，这个边白棋子力多，白棋现在有五个子，这半边黑棋我才三个，那我就防守一下呢，这个是不可能啊。这个被白棋一尖啊，这个子呢几乎呢失去了活力啊，极有可能就是被一尖的黑棋都不敢跑了，就死在里面了。这个呢黑棋呢是不能接受的。跳一个啊，这个意思也差不多，白棋也可以尖，甚至于可以跳。黑棋啊，这个退让看来是不成功，不行。那么直接把这个跑出来呢啊，显得呢有些这个危险啊，有些，因为白棋跳出来以后从棋形上来说啊，从棋形上来说呢，这个棋啊，白棋跳出来只有这两个子不安定，而黑棋这两个子本身也不安定。就算啊，这两个子和黑棋这两个子和白棋这两个子相互抵消，那么黑棋还有一个不干净的形状，不干净的棋形啊，这里以后还欠一个打入啊，甚至于这样打入等等，这个作战呢明显呢还是黑棋呢危险，还是黑棋危险。那么所以呢黑棋也只有压住，黑棋也只有压住。白棋挖啊，白棋挖。对于这样的形状，白棋啊，一定是挖的，一定是要挖。如果不能挖，那么只能藏的话啊，只能藏的话呢，黑棋一张啊。一张，这个张上的形状黑棋就是非常厚了啊。接下来即使你白棋再怎么啊
破我的空，这个黑棋都无所谓的。黑棋我这里本身就比较虚啊，就是说呢，你急算怎么破掉我一点空我无所谓啊，我走的非常的厚。这个白棋所得呢，所得非常的有限。这个白棋所得从这个底下过去，把黑棋外面走这么厚，这个白棋所得有限，白棋是绝对呢不好的。所以白棋要挖啊，要挖。当然我们从前面的讲课或者从平时中呢早就已经熟知了啊，白棋挖的这个两个要素，就是两边争子都得有利啊，就是说黑棋不能我两边争子有利就行了。你黑棋打这个张上，我从这边争，争子有利啊。那么你从这边打，我从这里断打啊，这个我这边先打一下啊，然后再打这个，这边争子有利，我就可以放心的挖了，放心的挖。那么如果黑棋真的当做呢这个白棋争子都有利啊，只能外面打的话，这个呢白棋呢不怕啊，白棋在张上。黑棋如果退缩啊，如果退缩下觉得你这里啊冲几下比较损了，我就把这个弃掉的话呢，这样呢虽然就是说有时候也能这么下，但是呢这个结果就是呢黑棋还是不太满意，这个被贴了以后这个棋吃掉还是呢这个吃的呢相对呢有一些大了。这个好像把这两手拿掉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好像白棋这个目数还是有点大，这两手呢黑棋还损失不少啊，少了这个脱角的变化。如果压掉呢，那么你也把自己这个子啊完全压死了，白棋呢也呢就可以脱先啊，就在这边行棋，同学们，那么呢白棋呢也就是说呢充分啊达到了这个打入的目的。当然不行，挡不好，那么呢黑棋当然就只有退了，这个退。这个退。不过这个退呢与我们刚才相比啊，白棋当场相比呢，这个白棋呢在这里呢挖到一下以后呢，黑棋的棋形啊就不是那么完整啊，这个外面明显啊出现了两个断点，明显出现两个。那么接下来白棋爬，黑棋退啊，黑棋退，然后呢白棋飞啊，白棋飞，白棋飞啊是这个形状的要点啊，是这个形状的要点。虽然白棋也能跳，但是这个是熟手啊，这个是熟手。那么你要被黑棋一压，白棋一顶啊，这个正好又被黑棋一压啊，这两手太输了，是吧？反而顶在人家这个墙上的感觉啊。这个白棋啊，没有好的后续手段。因为你要防止他立，你又搬，这个搬正好黑棋又一长，这都是啊，白棋看。都在帮黑棋的忙啊，都在帮黑棋的忙。所以这个棋呢，白棋你要走呢，也是这个飞一个，白棋走也是飞一个，白棋走也是飞一个。那么黑棋啊，接下来呢，局部棋形呢是。小尖啊，尖在这里，大家注意啊，尖在这里，尖这个不好，尖这个被白棋一挤啊，这个形状好像这个黑棋啊反而没棋下啊，反而没棋下、如果粘上，这个外面这个断点很多啊，白棋就算尖一个，这个毛病很多。你要是粘在这里呢，白
白棋就长啊，白棋就长。所以呢，尖在这里是棋形要的，但是呢，白棋在尖做活，这样呢是这个打以后必然的变化。白棋呢，比较成功的把这黑棋空全掏掉，啊，活得很干净。关键是这个地方被冲了一下以后，黑棋外面的毛病啊非常多。首先必须马上就得补了啊，马上就得补，不管补在虎在这还是虎在这，以后总是欠缺有可能有断的味道啊，争执有利的情况下，即使对方点一下啊也可以。这个整体来说呢，黑棋啊还不能完全算厚实，还完全算厚实，还有不活的因素，或许还有些毛病啊。你虎在这边也是一样的啊，这个也可能争执有利，有可能断啊，有可能点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即使你以后走后了啊，也不见得有发挥的余地，不见得有发挥的余地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啊，黑棋呢，不是很满意。如果你不补，这个不行啊。这个不补的话，虽然白棋这两个断争子都不利，但是被白棋这一夹啊，我们常用手劲，大家记住一下，这黑棋立马就这个是要完蛋，这个可以说是马上就要陷入苦战。不管你接在哪一边，接这边白棋断子啊，都要被白棋断掉。接这边同样啊被白棋断的，这个黑棋已经很难收拾啊。这个外面这个外势一下子就马上变成两块孤棋啊，而且是两块孤棋。这个棋弃掉哪一边也都不行，这个棋呢黑棋不行，所以呢黑棋只能补。那么呢就必然形成了这样一个变化。那么这个变化结果呢，白棋呢是可以满意的啊，白棋是可以满意的。就拆一个啊，拆一个也行，怎么拆都行。那么白棋满意的话呢，黑棋那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外打以后，黑棋好像都是必然的招法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看看啊，这个常浩在实战中的一个下法。那就是白棋打入，黑棋压，白棋挖的时候，黑棋他从下面打，哎，让白棋铲出来。刚才啊，不是说了吗？那个两边白棋争执都有利啊，那黑棋怎么办？但是呢，事情呢也并不是绝对的。在这样一个棋形下呢，黑棋还有另外一个下法，实战是贴。黑棋贴这个棋呢是意外的抢手啊，是意外的抢手。那么白棋接下来有些什么变化呢？我们呢就是来看看，来看看。普通来说，白棋呢，就是说呢，单一个，如果就根子长，那么这个损失呢，这个黑棋贴了以后呢，这个争子就给化解掉了，那么黑棋就粘上就可以了，就这样。那么白棋如果搬的话呢，那么黑棋可以断打一下，然后呢再粘上，然后再粘上，这个棋啊，白棋呢依然没有好的后续手段，依然没有好的后续。那么这个贴以后呢，看来啊，白棋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，我们呢还得继续啊研究研究这个白棋接下来的下法。看来这个地方还是不能让黑棋呢轻易粘上，白
白棋呢还是要断打一点的，这个打吃一个黑棋当然只有利了， 给这个对方呢留下一些毛病啊，留下一些毛病。那么黑棋利后，白棋这个怎么办呢？白棋如果再搬，如果再搬，那么黑棋这个棋呢他就会补一个算，吃一手算。接下来白棋呢打两下呢是比较痛快啊，是比较痛快。黑棋，但是黑棋呢也没什么，我就都跟着你硬啊，都跟着你硬。然后呢白棋粘上，打一下再粘上呢是这个会好一些啊。如果你单纯的粘上，黑棋退啊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味道。先打一下粘上呢是行棋的步调啊，是行棋的步调。白棋粘上啊，黑棋再补。以后呢这样白棋留有上面打的手段或者是这样打的手段啊，这个打了粘上是也是值得大家学习一下的。然后呢白棋再粘上，这个变化呢结果呢白棋落个后手，但是在外面呢形成一个外势。不过黑棋呢面对这个白棋打入，经过防守在这里得了不少这个实地，得了不少实地。这个变化呢可以说在平时啊，在平常来讲呢就是说呢白棋啊也可以考虑这么下啊，因为他通过打入压缩了这个黑棋的目数，同时呢留下了一些余位啊，自己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后势。在平时来说呢黑棋呢白棋呢可以考虑，但是呢任何啊这个局部是呢你都要结合这个全局啊。就目前情况而言啊，白棋这里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这个后势形成这里边没有子帮忙啊，被黑棋把这个好点抢去以后，这个白棋这个外势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，那么白棋这个变化呢就不行。如果这个棋这个白棋在这里已经有个子了啊，那么你可以选择这个白棋的这个下法，这个下法呢也还是不错的，还不错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看看白棋搬这个黑棋吃，黑棋我们刚才说是吃，黑棋现在不能跳，这个现在再跳呢就显得这个是有些过分了。白棋可以挡完啊，也是这个先手便宜了以后，这个白棋可以打出来与黑棋战斗了，这个黑棋呢完全没有成算啊，没有成算。本来这个压啊，压是先手，这个要支持这个要断啊，但是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呢，这再作战黑棋完全就没有成算，黑棋呢可能就打这个啊，就打在这里。但是呢这个棋我们说了，因为这个配合不好啊，配合不好，那么白棋呢就不能搬这个。那么白棋我尝一个怎么样呢，尝一个怎么样，尝一个现在这里要增吃黑棋啊，增吃黑棋。那么黑棋呢必须呢也得补啊，也得补。你现在不能补这边，这边这个啊被白棋啊吃掉还是大啊，虽然你这两手便宜到了，但是呢被人家吃掉以后呢这个吃了还是大。至少很简单道理，白棋送死这个跟黑棋送死这个交换啊，那明显还是这个黑棋吃亏了。那么黑棋势必呢也就是只有啊从这里打，这里打，从这里打吃。那么呢白棋现在如果只是拐一个啊，这个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啊，只是拐一个黑棋就补一个，这个回到老路上去。白棋呢势必
是要挡住啊，提掉，挡住提掉，然后呢再拖过来，拖过来，这个分段这个黑棋啊，分段黑棋，分段以后呢，看上去黑棋呢也比较苦啊，也比较苦，这几个子也比较苦，这里所得呢还是不是很多，也比较苦，这个白棋头啊还在黑棋前面，看起来黑棋比较苦，但是呢由于这个拖过存在的这个毛病，这个黑棋不用怕，接下来黑棋你就一个一个往外贴，注意这个棋不要飞，这个棋不要飞，虽然你这个弯式先手啊可以飞出来，但这个棋不要飞，为什么我们一会儿就知道，贴白棋退，你虽然现在也能飞，但不要急，一定要贴，这个棋白棋无法反击，因为反击被这个先手一断啊，这个要补，这个白棋不行，然后再贴一下啊，这一下贴也很重要，当白棋退的时候连贴三下以后再飞出来，为什么要连贴三下再飞出来呢，这个原因在于哪呢，在于让白棋这个顶变成一个后手，如果你这样飞的话，大家注意这样顶是个先手，就是你不走一拐一断就把黑棋断死，那么贴到这的时候这个顶就已经变成后手了，这一拐呢你就打吃跳夹死了，如果白棋现在补，那么你就可以苦尽甘来啊，抢占中间这个要点，这个气势十足啊，如果白棋接着在这里走，那么黑棋以后在这里就留下了很严厉的后续手段，那就是搬下去，就搬下去，白棋当然是只有断，这个黑棋打吃，黑棋打吃，白棋叫吃，黑棋提掉，白棋打吃的时候黑棋打劫，这个劫呢可以说呢白棋相对来说是非常重啊，而且这个开劫的权力在黑棋手上，等黑棋呢他开劫的时候肯定是有劫，这个一旦被提掉，白棋这个连这个角都很危险，这个损失非常惨重，而且提掉以后黑棋这上面呢都很厚了，黑棋呢至少就是说留有这么一个严厉的手段的话，那么在以后的行棋中，黑棋呢白棋就难免呢会有很多的顾虑，很多的顾虑啊，所以你这个搬的时候再弯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个黑的一张死了，你冲他就跳啊，所以说有了啊，由于残留着这个黑棋这些贴啊，贴以后残留这个搬的手段啊，大家认为呢即使走成这个样子也是黑棋呢比较有利，作战比较有利，作战比较有利啊，如果你只是简单的飞，这个就不一定了啊，这个就不一定。好，这个图我们看呢也是黑棋作战有利啊，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头绪理过来啊，理过来就是首先白棋要断打是吧，那么断打以后不断打被黑棋轻松接上了，断打以后搬也不好，藏这个也不好啊，藏这个也不好，那么呢还有一种下法呢，白棋就是退啊。非常有意思的是呢，我们刚才所说了啊，这白棋挖了以后黑棋打，白棋两边争子都有利啊，现在反而还有一种下法是退，但是这个退的下法反而变成了白棋争子不利，那么就是什么呢，黑棋如果只是这个要挡下来吃我，如果只是简单的补一个，白棋呢还可下，那么但是由于这个白棋争子不利，黑棋有压住的强手，这个白的有点受不了，你现在不能挡了，挡了黑的要争死你，如果你搬
那么黑棋打两下，啊，黑棋打两下，再断，这白棋依然是不行，这两个子也死了，这个子好像也没也不好跑，啊，这上面这四个子还不知道怎么办，这个棋啊，白棋不行啊，白棋还依然不行，那么这个退也不行。那么呢，这个棋就很难办。结果呢，实战啊，李世石啊，也显然对这个长形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长形，他呢也呢研究不够深入，一看被黑棋一打一贴，没什么棋好下了，只能挂角。其目的还有呢，这个引针的。引针的这个目的啊，实战呢，陈浩呢就接上。虽然白棋在这走了两手啊，形成了双飞燕，但是在这个局部啊，被黑棋补一手以后，白棋打入和挖了长，这个损失呢太大了，损失太大了。这个呢，结果呢肯定是黑棋成功。黑棋这个成功，黑棋布局成功，明显在这个作战成功。反过来说，我觉得一点啊，即使让白棋争之有利，这个我觉得黑棋也能下啊。你不就是能退了吗？是吧？我就让你吃掉我啊，你争不争啊？你是争吃呢？由于这个角上啊，这个子，我有这个很多的活棋的方法，比如说飞一个，我就尖出来。这个我认为就是说，即使当白棋有时候争之有利的时候，黑棋也是可以这么下啊，黑棋也是可以这么下，这个完全也不用惧怕啊，因为白棋这个本身形状也不是很好，你现在争之有利，但以后总得补的啊，就算我以后这个点一点，你这个棋形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而我这里吃掉你一个子以后呢，我这块棋总是非常安定的，是吧，非常安定的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棋形啊，白棋打入以后，黑棋啊的这个断吃贴起来啊，是非常有利的一手啊，在这呢可以说呢是特别呢向大家推荐啊，当然其中的变化啊，这个一些来龙去脉大家还是要搞清楚的啊，还是要搞清楚的。总之来说呢，白棋打入不严厉啊，不严厉。黑棋这个打了贴啊，下法呢意外的这个是有利，能够成功啊。变化呢大家都记住了啊，这个长形呢研究呢是很重要的啊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像李世石这样的世界顶尖高手，由于对这个长形研究不熟悉啊，在实战中呢也呢吃了大亏啊。好，本期讲座呢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。